每到暗时，太平妈住家地点总是拍人已经伫等候。因父母妈做时间含多数期间电脑兵，不过这阵国民志工却认为，因应该是上幸福的，因为伫暗时参拜人条过后，因就当伫太平妈脚下用上短距离、上过时间来亲近妈祖，这个机会也只有妈祖出存才有。我们是负责守夜组。哎呀哈，那守夜组是做什么工作？守夜组是陪伴妈祖啊，我们最幸运的一组啊。为什么是说最幸运？我们最亲近妈祖啊。哦，晚上可以读书。对对，有什么心事可以跟妈祖讲啊？太平妈祖乡有十四名在外口过暗，在过暝期间都要负责看守，同时爱到咱该睡觉工作。虽然经营单心情算是真轻松。晚上不是值班不能睡觉吗？当然是没有睡觉啊。对啊，没有睡觉怎么办嘛？这白天有没有办法兼顾呢？哎，白天有抽空啊，抽空就休息啊。其实。跟妈祖在一起不怎么累了。陪伴妈祖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吗？其他工作？对，像这收布这东西都是你们。当然是信徒来服务信徒啊，他需要什么，我们尽量帮助他们，介绍他们妈祖啊。太平妈到暗时伫启动要紧，民众沿路四乡话弄脚卡。太平妈对我是庄严过头真，也因为信徒虔诚和入庙时间是一再受到拖延。已经慢两点外钟啊，即马才歇咧。啊，即来个天后宫，我那足济信徒啊，搁伫遮咧等。啊，予咱庙方感觉真感动。啊，希望大家小手，明仔也是后日有闲，拜六礼拜用小手来甲妈做斗相共，啊来看闹热。纳税人头和参拜人头提起了后，正是购买人权的这阵开始。林美嘉组长指出，也因为半暝过后，信徒拢等于休困，只是准度当含太平妈单独讲话，所以购买是上幸福的。记者李炳干采访报道。